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This is Rise on TV, Eugene Natmo.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欢迎观赏卓爸爸普京之乌克兰之战第十六集。现在在乌东地区已经发生激烈的战斗，乌克兰的海军司令已经宣布俄罗斯已失去对黑海西北部的控制，乌东地区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在卢甘斯克地区，乌军夺回了北顿内斯克市部分地区，市区正在发生巷战，有大量的士兵负伤。在北顿内斯克地区，俄罗斯军用火箭炮和大炮沿着前线对乌东发射战斗轰炸，继续炮击乌东地区，当地发出浓浓的黑烟。俄罗斯军方发言人科纳申夫昨天发言，俄罗斯用高精度的远处轰炸导弹轰炸阿尔科夫州，摧毁了一处维修乌军装甲车的顿内斯克的地区，击落乌克兰的一架米格29战机，并在阿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等地区摧毁了总共13架的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海军的总司令昨天已经发表，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部队已经撤离了离海岸乌克兰100公里之外，这是为了躲避北约及美国供应的导弹随时会攻击俄罗斯的军舰，所以他们退出更远的导弹射程范围。而海军已经失去对乌克兰黑海西北部的控制，目前该区已经成为灰色地带。前俄罗斯是用导弹夺回西北部奥德萨海岸的控制权，俄军所采用的方略是使用远程的导弹攻击范围，更精准地击中乌克兰的北顿内斯克的海岸线。乌克兰泽伦斯基视察了乌军在扎波罗州主战阵地的前线，以及了解前线战斗的情况，并发表演说。已有2500名乌克兰士兵在亚速干点厂被俄罗斯部队俘虏，乌克兰正在负责对俘虏士兵解救的方案。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战争已持续了3到4个月，现在对乌克兰来讲，他的兵员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失短缺，基辅方面以致捕捉更多的少年，就是正在求学的学生送往战场，更有乌克兰渲染有15岁的少年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战绩，更有本捕捉基辅因为兵员缺乏，更有捕捉一些女人上推往战场前线以补充军援的流失。当俄罗斯在3个月前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时候，泽伦斯基已经签年动员令，禁止所有18岁以上的男人离开乌克兰国内，以储存更多的兵员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另外，在北顿内斯克的亚速化学厂，乌克兰部队已经大量的向俄罗斯军队投降，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国雇佣兵。
这次的清理战场是由俄罗斯部队、车臣部队所组成。在乌军空袭的蛇岛部队和俄军所控制的钻井平台之后，俄罗斯的20艘舰艇部队全部出动，加强对黑海的封锁及对乌军的打击，发射远程导弹攻击乌军沿岸的海岸线。现在乌克兰泽罗斯基所面对乌军的强烈轰炸，他面前只剩下3条唯一可以走的路。第一个选择就是和普京大帝提出要求和谈，停战，割让部分的乌克兰的地区，以停战为主。乌克兰拥有乌西的部分，而俄罗斯拥有乌东和乌南的部分，结束这场战事。第二种选择就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持续的战斗下去，不过现在乌克兰的兵源断绝，基辅部队由于缺乏军队运往前线，竟然捕捉了一些少年还有女人运往前线作战，所以可见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周旋之下的本钱已经缩小了，可能战后的结果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而泽罗斯基会被俄罗斯普京大帝捕捉而接受军事审判的结果，或者泽罗斯基会选择逃往美国或者以色列或者波兰其他地方设立临时政府。不过在乌克兰战败的情况下，美国已经不需要这位傀儡政府，也可能会被美国发动的斩首行动把之除而去之。第三种选择就是乌克兰听说有传闻从白俄罗斯传出，泽罗斯基已经之前上个月已经和波兰在基辅地区首都有密谈，泽罗斯基这个卖国贼选择了把乌西的部分卖给波兰，所以赚取大量的金钱，之后乌西与波兰会结合成波兰共和国，波兰的警察有执法权在乌克兰的西部行使维持治安，所以乌西就会落入波兰的手中，而至于乌克兰乌东及乌南的部分就会落入俄罗斯普丁大帝的版图之中，而泽罗斯基就会逃之夭夭，赚得盆满碗满，逃往以色列或者其他部分成立过渡政府或者隐秘起来，这结束这场乌克兰的战事。谢谢大家收看第16期的普京之乌克兰之战，预知更多的详情对于乌克兰的战事请看第17期的普京之乌克兰的之战，谢谢，再见。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